嘿，大家好，我是主攻坊 Baby Studio 奶绿一号。然后呢，今天是跟 Nico 一起玩一张恐怖地图。Hello guys， 我是 Nico。嗨嗨 ，Nico， 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地图？这地图其实是我找来跟奶绿一起合玩的。然后这个地图其实也是粉丝推荐给我的。他说这个叫做黑暗深渊。然后他说那时候他玩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地图超不像 Minecraft。那他第一个把他吓哭的恐怖地图。那么厉害，很威猛哦！那么厉害，九高 A， 九高 A。嗯，念一下告示牌吧。哦，我念吗？一人念一半。好，那我先好了。好。黑暗深渊，此地图为恐怖地图，作者是这个。作者是这个，嗯 ，S O N。SONICFAN0001 OK， 好，嗯，对。然后他做其他地图就以上，再来是设定。哇，这样子好难看哦，很难阅读哎。设定亮度为50或50以下，然后音乐要关掉。音乐关掉。亮度、哦。亮度调50好了。亮度调50，好暗哦，好暗哦。我想调60，要不然会不会观众看不到啊？干脆全开好了，全开就没有 feel 了、啊。全开会不会？哦，好啦好啦，那我们调65，好，65，嗯，好，完成。主音量100，音乐关掉。嗯，然后什么叫可以把拉杆或按钮放在指定的位置上面啊？就是可以把拉杆或按钮放在指定的位置上面。这是吗？我的难度是简单以上，不能和平。看吧，我就知道没有任何恐怖游戏的地图是可以和平的啊！太邪恶了。要是和平就不恐怖了。嗯 ，Love and Peace。啊，然后材质包，嗯。当然这只是个例子，但是请时时刻刻记住不什么东西，不然将破坏了游玩的气氛。哦哦，他说如果同时拥有门的钥匙和地下室的钥匙的时候，只可以把门的钥匙使用在门上，然后地下室的钥匙只可以用在开启地下室的门上。嗯，就是如果只拥有。哦，我知道了，因为应该是地下室的钥匙也可以开门的钥匙。哦，对啊，它是互通的，因为只是按钮嘛，就是但嗯，对啊，就不要尽量不要互开。特别感谢，现在字好暗，我看不到。对啊，好暗哦！特别感谢这一堆写着英文名字的人。测试员，嗯，测试员。好啦好啦，就这样。这张桌子是一把刀，如果是代表你选对材质包，是材质包，是把刀吗？这张桌子是，嗯，我的是铁轨，哎，是吗？那你没换材质包、哦。你要不要去换一下材质包？对不起，我又果断忘记换材质包了。你去换一下材质包好了。对不起。好哦，好哦，可以先等一下。好，对了，哎，我每次都忘了换材质包，我都快要被粉丝骂死了。好啦，就这样，就这样。换好了吗？换好了。换好了，是刀子。你换了材质包之后，我发现这材质包其实蛮好看的哎。还可是你看告示牌超难看到字。对啊，难怪我刚刚就是念得很辛苦。警告。这边还有哦。此地图啦，此地图包含、oh, 包括了突然惊吓、闪光和黑暗。不雅文字，请斟酌游玩。如感到不适，请立刻关闭游戏。关闭游戏啦！还没开始啊！不是感到不适就可以吗？眼力好好，鹰眼。鹰眼。这是什么？按下。按下这个极度不方便的按钮来开始游戏、嗯。没有啊，很好按啊，像这样。嗯、什么是恐惧？嗯。What is fear？ 它是一个 truth。
我不会念。我以为你要继续一个谎言。然后事实是现在对你来说并不重要，我们的声音逐渐消失，你的恐惧正在失去你的意识，就好像颜色慢慢变化一样。看我面太快了，看不到啊。按T啊。哦，又或像是一个字形一样，但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这里。OK， 我为什么在这里？因为你被我邀请来啊。因为有个粉丝推荐我们玩啊。哦，这什么？我在哪里？我在哪里？这是魔咒花园吗？我正在渐渐整理我的思绪，按下按钮来听听看吧。你说按的，你按的。哎、欸，这张地图好有趣哦！我们就一直这样按按钮吗？按按钮？为什么不能按？哦，按了。哎呦，我想起了一艘船。你想起什么船？船，铁达尼号。我像房子里的小鸭子哦。我想起了一些瓦砾，我撞到它了吗？瓦砾。那我想起衣服啊，衣服。瓦砾。是的，我想起来了，我们沉船了，然后我搁浅到这个岸边，但是我到底身在何处？哦，好酷哦！哦，它的开始有点酷。一座岛。对了，我搁浅在这座岛上。但是为什么呢？哦，开始那个门感觉好像可以出去了。哦，真的吗？对啊。哦呦，哦，真的耶！对了，我搁浅在一座小岛上，我必须找个避难所。那边看起来像是有东西，一个战地堡垒，应该就在不远处。哎、欸，你在哪里啊？我在一个码头上。我也在一个码头上。嗯，我在你后面。哦、那个，他说有一个战地堡垒。哦天哪、啊，有够暗的。哦，有点酷。好暗哦！哦，跨龙伯，怎么都看不到？哇啊！我被树卡住，这哪有战地堡垒骗人？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哦，好暗哦！他骗人啊！刚刚站在码头上，怎么可能会看得到这边有堡垒？嗯，不合逻辑。可能他的视力也很好吧？他视力很好。好暗哦！好暗哦！骗人！这不是电梯，这明就门。没有啊，你下楼哦。这电梯。哎呦！哇！吓我一跳！我戴耳机玩呢、欸。我在晕眩。哇！哎、欸，我真的很讨厌那个效果。为什么晕眩都要做这么久？我想开亮一点呢、欸，要不然我就跟你说了吧，就跟你说了吧。我们亮度调明亮。啊，你直接开明亮了，我就跟你说。因为其实没什么差。哎、欸，真的呢，可恶！电梯，骗子，又是一个骗子。电梯，哎、欸，哎、欸，你按到啊，我的头！电梯一定是坠落下来，这里很明显不是可以让我安心度过一晚的地方。看来我是在这座堡垒的最底层，该死的。好吧，看来我必须找寻出口，去看周围吧。该死的。我觉得，哎、欸，你怎么掉到水里去了？哦，原来这是水哦。完嘞！我什么都看不到，其实。啊，真的吗？哎、欸，我这边有一本书哎、欸，某位男子的笔记。我本来想写下我在这里度过了多久的时间，但是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地方，我根本没有办法确切说出到底过了多久了。拉尔夫不断地在旁边抱怨威尔森的女儿不小心把二楼的钥匙弄丢在废物处理室了。我已经找到这个钥匙了，你这个可恶的家伙，但是我永远不会把钥匙给你。钥匙就在废物处理室的某个箱子里，如果有人需要的话就去拿吧。虽然半数的人都可以爬过大门到二楼上，但是钥匙坏掉了，你必须想办法把两个零件合成在一起。哇，这么甘心哦。我看到了一点东西，一点东西。你知道我现在把荧幕亮度给它调最亮，我才可以勉强看到这是什么？废物处理室。嗯，废物处理室。罗伊呢？啊？我以为他来了。不是，罗伊呢？罗伊呢？这边是罗伊的家、啊。拿到四个项目才一个木。哎、欸，这什么？二楼钥匙的零件。哦，二楼钥匙的零件。所以他说，他不是说要组合嗎？啊！那是什么？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我有同感。我们可以走了吗？我想看这箱子里
这有一个二楼要的零件。哦。为什么出来了？好。哦哦哦！这可以开吗？里面有什么？ Okay.什么？里面有什么？为什么我觉得你刚刚有哦？哦，这是什么？什么？这好像有一个火炉还是水池？那就是废物处理室吧？就是把废物丢下去啊，把罗伊丢下去就对。罗伊，对，就是跟着水流就可以找到罗伊了。可能吧。是什么？钥匙？钥匙？不能开耶，二楼。啊，要把钥匙装在这里吧。找上去二楼钥匙，我猜。哦，这里大门需要大门控制器来启动。嗯，说搞。好黑哦。好黑哦。刚刚那真的太赞了。真的耶，很可怕哎。还你应该庆幸他不是在精神病院里。还好啊，我觉得。这是什么桌子哎？没有灯，小二来瓶酒吧。这么暗，你想喝酒才不要这么有气氛的喝嘞。灯光美，气氛佳。气氛一点都不佳，好不好？刚刚有三名女子，好可怕哦。要吧台，你哎、欸，那个是陪酒小姐啊。啊，真的假的？难怪这间店都没有人。真是的，也不挑选一下人员。真是的，有没有面试啊？这个。哎、欸，这个是什么？额外的房间。好额外哦，真打不开。我觉得应该是成就之类的吧。哎呦啊，我知道了啦！哎呦，有声音，有声音。嗯，奶绿，好恐怖！你刚刚说了什么？我刚才和控制感干了。哦，我想，哦，对啦，我在想，嗯，给我一个木棒，给我一个石头干嘛？哦，原来是要可以去二楼了。哦，好。二楼，在。钥匙放哪里啊？钥匙放这边啊。哎、欸，不对，是吗？嗯。很明显的是。是，没错，就是。它有什么隐藏成就吗？我没有看哎、欸，这个影片我完全没有看任何人玩过。独木桥。暗成这样子，而且刚刚又出现那种东西。哦。我们真的还需要什么隐藏成就吗？隐藏成就，发现第五个女鬼，可以不要吗？一点都不开心。隐藏成就是让人开心的啊！隐藏成就，你现在后面站着一个人。哎呀妈呀！不要这样子，我现在我一个人住外面哎、欸，然后又我现在是关灯玩，你知道吗？哇，你也太有 feel 了吧！我虽然一个人住外面，可是我开着灯玩，我觉得要走独木桥过去了。应该是。然后等一下会有那个，等一下会有什么？你不要吓我啦！我其实也不知道储藏室。哦，好，等一下会有储藏室，可以接受储藏室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哎，就反而储藏室没东西。他刚是说，等等哦，我瞧瞧。嗯，他也没有说二楼有什么哎、欸。可是、欸、我发现控制杆拉要拉吗、嗯？好像开了什么东西。哎、欸，有楼梯，有楼梯，有楼梯，这里。哦，走。下去，上去啊，下去。有一本书，《三号房男人的笔记》，来看男人的日记。嗯，我来模仿一下。嗯。他们把我关在这里，这里的老鼠很快的就被我吃光了。我只是想要大门控制器而已，那样我就可以到深处探索这个堡垒。这场战争摧毁了所有人，这个堡垒摧毁了所有人。我必须使用我仅仅剩下的时间来避免这场悲剧再次发生在别人身上。当我死后，他们将会替换这个储藏室的钥匙，然后额外的房间的钥匙就在这里的某处。在他们把我丢进来这里之前，我本来住在那里，我就住在三号房。我希望我的家人平安无事。那群可恶的混蛋，他们一定会付出代价的。哎，哦，
如果他们敢动我家人一根汗毛的话，我绝对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我一定会。就这样。哎、欸，刚好有 feel 哦。呀、yeah. 啊，书留着吗？这有一个箱子。书留着吧。这边还好多箱子呢。里面是储藏室啊。嗯，是这样吗？哎、欸，我找到额外房间的钥匙了。里面还有东西吗？里面好像还有路哎、欸。里面。走冒险。走。没有路，走我们回去。这冒险好快啊。快哎、欸，哦，走这里。对啊，上去 ，Go。什么都看不到，我瞎了。Donate，Donate、哦。我看到一个紫色的头。紫色的头，就我一样。多余的房间。哎呦，下楼。这边哦，是一个食物书柜。到独木桥。独木桥，然后。跳下来。跳下来吗？你要走。这有水。你知道吧？哦，嗯，我没有想到。这是罗伊处理室。哎、欸，额外的房间好像是在这边吧？在吧台的对面吗？哦，吧台的对面。不是、欸，这是电梯。嗯，哎、欸，额外的房间、我们刚刚好像是……哎、欸。刚刚好像是先看到吧台，然后我们才看到额外的房间的吧？哦，找到了！我在那边，这边。哎呦，我在想，不会一开始就消失了吧？嗯，拉喽！不要有默契啊！什么？就这样，有点好笑。哎，这里。哎、欸，他家好好好啊！这是什么？二号房、三号房，先去三号房看吗？哎、欸欸，可是三号房打得开吗？打不开，所以应该在钥匙在这两间里面其中一间吧。主人房，走到去主人房。哎、欸，哦，这样，主人的房间比较不一样。哎、欸，荣哥，我找到了三号房的钥匙。哦，为什么？哦，一号房主人的笔记哎，我来。今天住在第三房的白痴打算逃离这个区域，难道他不知道？尽管如此，我们把他丢进了储藏室。我试着烧了他房间的钥匙，但貌似行不通。啊，送个。所以你才会在房他的那个熔炉找到，找到钥匙。对，因为他试图要烧掉钥匙。怎么这么智障啊？二号房主人的笔记，那给你念。我很高兴，我酒吧的生意非常好，这里的人非常喜欢这个酒吧。这个酒吧提醒着他们，即使发生一些事后，一切还是有希望的。我在这里非常受到他们的拥护，他们甚至把大门控制器交托给我。我的邻居非常想要那个大门控制器，他非常想要。很想要，欲しいです。哦，当那个人坏掉了。啊！哇！你知道我刚冲很快。你知道我刚刚是看到他的。啊，里面什么啊？点。好了，我念好了，我念。大门控制器。点。你要看吗？就是大门控制器。那好、啊。我刚刚一进门就往左走，然后我看到他的侧脸颊出现在我的正前方。我是正面迎对哦。然后你刚好开门进来，面对着他。哎呦！大门控制器，哎、欸，我们到吧台嘞。啊！为什么三号房间可以到吧台，反而不是吧台主人可以到吧台？嗯，他自己挖通的吗？大门控制器有下。嗯，大门开启哎。大门开启。为什么大门开启要用红字啦？Gate open。
为什么一直听到、那个一定是那个面具。诶，大门在哪里？在那里应该吧。我现在很不想要我是不是应该先去上个厕所之类的